玫瑰龙虾，然后它来自莫桑比克，到我这里啊，它掉了一个须子，非常遗憾。咱称一下它多重，2斤2两6，熟了，2斤多不小。这就是它的虾线，虾线都挺干净。点我头像看什么其他作品。然后这个头可以浇盐，也可以煲粥，把这两边的腮去掉，这个腮处理干净，这边的腮也处理干净。哇塞，带黄的，就这肉也老多了。这是黄，今天来一个南非龙虾，
它体积比较小，咱称一下它多重，0.59斤。这个再来一个刺身，处理好了。新鲜，这个是它的虾线，把它的虾线去掉。带黄的，不能吃这么黄。这个是它的虾线，新鲜，太新鲜。小青龙，蛮黄，我们吃这个黄，吃这个肉。哇塞，这个是它的虾线。拽出来，这黄太新鲜了。
这么多。生呛加现虾，咬了一口这个，太辣了，嘴唇都麻了。那种皮软的虾，就不好脱壳。